李洛勤创意街舞引爆评审舌战，太有趣了！我第一次看到街舞跟街舞一起 battle， 因为我们现在是国标舞比赛嘛，所以国标舞赢街舞是合理的啦。老师，我们虽败犹荣，因为说真的，要练那么多年才能赢我们一次。OK， 请锁定武力全开，由艾尼亚化妆品冠名赞助。